月杯，大熱門十號，安全43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慢咗少少，有二保啦，安全都稍慢喎。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位置醒目明區相當快，就擺前啲啊，跟佢一齊埋啦，起多型啦，最出仲係桃花心啊，中檔就喜連巨星，內欄白鼻箍就直震撼啊，外邊第六位人強馬勁啊，咁啊再後多少嘅馬匹啦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七啦，中間位置咧就好靚仔啦，埋邊紅衫火紅人。後面四隻聖歌兒啦，咁啊黃衫、尾衫、內欄咧就係嗰匹二寶嚟噶。暫時墊下一對安全內欄，拍住佢外邊活力歡騰啊！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段處，醒目明區咁啊，再次採取咧就擺咗前面走嘅策略啦。桃花心跟住第二，出邊三達望空咗喎，人強馬勁啊！內欄第四位白鼻菇粉紅衫直震撼啊！第五位仲係喜多型啊！咁啊再後邊咁啊紅衫大約第六啦，火紅人啊拍住喜連巨星啦，後邊嘅馬好靚仔，黃衫尾四咧。就是二寶尾三聖歌兒，後面兩匹活力歡騰同埋出邊嘅安全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有冇人上嚟搞搞震啊？暫時未有啊。醒目明區鬆住嚟放啦，跟住第二位仲有桃花心啊，內欄第三位咧就係直震撼，中間喜多型，出邊三大位一路都人強馬勁啊，再後邊有火紅人、喜連巨星、二寶好靚仔，後邊三隻聖歌兒仲有一個好被動嘅尾三啊，尾二內欄活力歡騰包咗落尾咧就係安全都要揈出去咁滯噶啦。好啦，入直路啦喎，醒目明區拋離一個身位入嚟啦，跟咗上嚟第二位係直震撼追佢，再喺內欄位。接火紅人啦，咁啊再喺入邊偷位，仲有二寶啊！大外檔嗰邊咧就係人強馬勁啊，好靚仔嗰啲馬鬥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醒目明區佔先啊！直震撼最緊佢偉大啦，再喺入邊仲有火紅人，後啲嘅馬就係二寶，最後50米火紅人內欄，出邊醒目明區，中間直震撼火紅人包啊！第二名有直震撼、二寶、醒目明區近嘅。